感恩师父。啊。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啊。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萨菩萨。啊。感恩师父，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嗯。祈请大慈大悲的师父可帮我看一下我的女儿，2014年属马。2014年是吧？属马，对。啊，他的脑子出问题了。对。他现在还不能很好的讲话。对，他还不会说话。哎哎，看见吗？我告诉你啊，你有。自己要当心的，你的身上有这个边上身上有那个小孩子，明白吗？明白。可能你自己掉过孩子，明白吗？明白。我已经念了小房子，超度了。没走啊？明白。还在你的腰上。是的，我腰不好，经常疼。非常不好，站了久了腰都会痛。是的，是的。明白了吗？对。而且这个灵性。不单单在你的腰上，还经常到孩子身上，明白了吗？明白。哎，这孩子，我告诉你，他这个灵性在他身上，不单单让他的声音讲话不行，让他耳朵也听不大清楚，明白了吗？明白。哎，你给他要大概要念1300张小房子。好的，好的。1300张小房子念完之后，他会明显的好起来的。他现在这个脚啊，经常还有点抽筋啊。他的脚走路是不大好。是的。听懂了吗？听懂了。啊、嗯，好好的，这孩子没什么问题。嗯。就是灵性超度完之后，他才开始慢慢恢复。明白。他生出来实际上有一点点，你把他生出来的时候有一点点难产的。对的，我生的时候是自然分娩，但是生了30几个小时，一直看见了吗？这孩子生了30多个小时，大家听见了吗？啊，明白了吗？明白。你自己多念经，多念礼佛大忏悔文，好吧？一定。这孩子，我告诉你，到14岁以内，基本上都是讨债来的，明白了吗？明白了。嗯。现在他会讲很简单的话，叫啊叫啊，有时候他晚上会看到一些灵性，明白了吗？他经常就是有的时候眼睛会看着高的地方，不知道他看哪里，就是其实墙上什么也没有。什么没有你看不到？当然有啊，你那个时候赶快来叫我呀，我到你家去看看不就好了。你看我看得到看不到啊？明白了吗？明白。哎，没什么大问题的。师父，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之前许愿帮他放生10000条鱼，您看够不够？是不是？10000条鱼啊？对，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放完了。你还缺大概缺800条鱼左右。好的，谢谢师父。好吧。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把它念掉吧。我刚刚开始1年前修心灵法门的时候，有经我们里昂的同修的一些师兄的指点，告诉我说让我先许愿念1000张小房子，所以我就许愿了，就是在2年之内念诵1000张小房子。刚刚师父说要帮他念1500张，我想问问看，我就是这1年时间帮他念掉的小房子算不算里面？还是你现在已经念掉多少张了啦？现在我帮他念了300多张，给我自己的药经者念了300多张。嗯。先算吧，看看这个1300张念掉之后，这孩子会不会好一点？明白。好吧。好。你不要穿黑的，穿黑的你会不幸运的。明白。明白了吗？明白。太黑了，穿得太黑了不好啊，好吧。明白了。还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这孩子让他多走路，晚上给他房间里把灯打开。是的，我之前听师父的开示说，自闭症的孩子房间最好是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开灯，而且最好轻轻地放大悲咒。明白了，明白。好吧。明白，明白。他现在在他的床的这一边，就是他面对的，他这不床头睡在这里吗？他的左面上面墙角上有一个灵性。明白。那我给他念掉。需要念给。一样，这个拿出来45张就可以解决了。是给他的药经者还是房子的？给他的药经者。明白。好吧。
明白明白。嗯，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就是能不能叫他，能不能你们许个愿呢、啊？吃素啊？嗯，就是这两天在六号七号这两天，我跟我的先生就许了一个愿，虽然不是说常素，我们就说先吃一年的全素，我们先看一看，先培养一下我们的。你可以吃鸡蛋，还可以吃牛奶的呀 ，cheese 也可以吃的呀，先试试看啦。你再不吃的话，这孩子很麻烦的，他以后会癫痫的，就是经常要抽筋啊。他现在最就已经抽过几次，看见了吗？看见了吗？明白了吗？明白了。好了。明白。其他没什么大问题，让他多走路，好不好？好好的。给他许个愿。好。这孩子以后好了，多给别人分享。度更多有缘众生，好，好吧，好。你先生这个人呢，就是过去生中啊，实际上就是跟你们这个祖上还是有点杀业，可能跟捕鱼啊这种东西有点关系，所以孩子才会有这个报应。明白了。明白了吗？明白。妈妈，你跟他好好解释一下吧。他会说中文，他听得懂，他还说有问题想要问，就回答自己的问题。你叫他问。师父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我中文马马虎虎。很好啦。嗯。我的呼吸有问题，阿斯玛。你几几年属什么的？我七六年属龙。七六年属龙的。七月二号。七六年属龙的。啊，你的肺，你的左肺不好，靠这里啊，左肺啊，有堵塞啊，而且你经常觉得气闷呐、啊，喘不过来啊，因为我刚刚看你的肺里边有水啊，肺里边有水，肺积水，明白，明白吗？明白。而且我刚刚看你腰也不好，你的肾脏也不好。嗯，对。嗯。你有一点点。自己的强迫症，就是很强迫症，就是 autism little bit。 我自己就是你非常逼着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呢你不一定喜欢做，经常逼着自己去做，时间长了就会心里有这种压力。没错没错，你说的对。你这个人很善良，很 compassion， 很有慈悲心，但是因为你从小的时候家庭爸爸妈妈当中有一个给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所以你一直心里不开心，你必须把这个要去除，你的心就会非常非常的啊，这个舒畅，心情也会好起来。你的，我刚刚看你的肺，主要是气泡有点气泡，所以问题不是很大。你要自己多锻炼深呼吸，而且你可以做点 meditation。嗯哼。啊，天天能静30分钟。每天是吧？嗯。啊，坚持最好白天不要晚上。念经可以，还有做 meditation 要白天不要晚上。好的。晚上容易出偏差。嗯。好吗？好。我看你的国语不错啊，中文讲得挺好的。哦，没有。小丫头。还有上海话，啊，还有你要当心啊，他的颈椎啊不大好。是，是的。好吧，好好念经，谢谢好吧，那个谢谢，好好念经，他以后会看到师父的，啊，我可以到他梦中去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好吧，好好努力啊。